영상 찍을 건데, 가람아, 우리 룸티 영상 찍을 건데, 오늘 우리 집 소개 좀 해주자. 大家好，我是。今天的影片是Room Tour。大家好，我是爸爸，好久不见，这里是我的工作室。 我们十一月很忙，整个都处理这个搬家的事情。然后就十一月的时候，我们的频道很少放，几乎没有放什么影片。对，整个十一月处理这个搬家的事情，你们没有看到我们，但是我们过得很忙。上次的影片我有拍搬家 vlog， 就是说一下为什么我们搬家两年又搬家的一些理由，主要是为了换大一点的空间。如果要换大一点的房子的话，有三个办法。 第一个钱变多，第二个换地点，第三个换老房子。然后我们第一个钱变多没有嘛？然后换地点是因为老婆的上班，小两个的幼儿园的关系，我们就是没办法换地点比较不方便，所以我们选第三个，就是我们原本的房子是。 全新的房子，换到15年的房子，所以这个社区比较老，但是我们才有机会可以换到大一点的空间，然后还有我这样子的很漂亮的、很棒的、很美的一个很。我先简单分享一下，我们之前的房子是小洋房，20平左右的小洋房，搬到小三房。还有那个 好啦，你要讲，回归正题，你要讲，我们可以换个梦卡。梦卡，这是什么？情绪控制，很需要。好，卡拉曼，你看我讲。你知道介绍书给大家。我们家这一次26平的小三房呢，就是跟之前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一进来是其实是没有玄关的，比较暗，然后我们要稍微小小的烦恼。那个，还有这个，我们大部分这一次的房子其实我们没有做太多的装潢，因为我们都是延续上一次的屋主。好乱了，好乱了。好嘞，好啦，重点我们回到正题，就是呢，我们新的26平的房子呢，选了一些基本的，就是木质调的一个家具，然后就是比较走一个日系风，然后是会购买家具的时候，我们都很谨慎思考，就是不需要的东西呢，就不要再买进来了，因为我们就是要 less is more， 就是越简单越好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干净风格。我们直接来看好了，我们家的格局是这样子。 真方形的，我就是前五柱也是做好的。我是蛮喜欢这边窗户很大，小喇叭就是特地呢，就是看到这个窗帘装上去之后，他就觉得这很需要一个植物，所以呢，他就冲去大溪买了龟背玉。对，不过后来我们知道龟背玉其实如果猫咪吃到的话，其实是会中毒的，还是要跟大家讲说，就是要确定你家猫咪不会乱吃这些植物。然后客厅可以麻烦介绍一下吗？系统柜的颜色。 色呢也是走木头色，然后因为也是延续上个屋主留下来的，那因为本身系统柜也质感就已经不错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沿用，然后就其实就是利用它原本的色系，然后我们再去挑选不一样的家具进来这样子，然后来去搭配整个比较日系风格，然后就是比较想要朝向无印良品风这样子，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用心，这比较有那个时代。 时代感的东西，因为这个房子是15年的，比较老房子。没错，我们上一次的房子是没有电视、没有沙发，因为我觉得家里有电视的话，就小朋友一直想看电视，然后我们自己也想看电视，所以决定不要放电视。如果没有电视的话，是不是沙发也不需要？所以好，那我们要不要不要放沙发跟电视？而且我们之前的房子是。
客厅也很小，所以如果放沙发的话，空间感可能比较有压迫感。我们这样子过一两年，没有电视是我们觉得没有问题，就是过得很好。反正没有电视，我觉得很喜欢这样子的环境。但是没有沙发的话，其实有一点点不方便，所以我们这一次，很漂亮吧？这个沙发是 Mr. Living 居家先生本高杯防泼水防毛爪布的沙发。通常家里有猫咪的话选毛抓皮嘛，但是我个人没有很喜欢那个皮的感觉，我比较喜欢这样布的质感，很舒服，然后很搭配我们家的风格。噔噔，你累了吗？你们两位应该是说没有沙发的时候你会自动去习惯没有沙发的生活，但是当然多了沙发更喜欢了。所以我们这一次有沙发了，觉得你怎么样？第一个呢，就是这房子的格局，我觉得是需要一个沙发的。我们一开始就有聊到，就是我们希望是越简单越好，所以我们的家具要慎选。所以，但是沙发一定要选一个最适合我们的。那因为你看，我们又有小孩，然后又有猫咪，有时候小朗哥在上面不小心喝个牛奶，就是不小心洒在上面的时候，好清洁也是最重要的。还有，当然沙发的颜色也要我们很喜欢，然后质感其实摸起来其实很舒服，坐下来没有那种闷闷，没有那冰冰的感觉。对，不是冰冰的，也不是闷闷的，而且这种材质夏天也不会让你觉得很热。而且我觉得这沙发很比较稍微有点深度，所以其实对啊，舒服。对不对？我们没有沙发的时候清洁很方便嘛，但是我们本来也担心有沙发清洁又麻烦，然后他的玩具啊什么小东西抛进去下面，所以我们特地选这个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扫地机器人进去都任何 size 都没有问题，连我们吸尘器也可以进去啊。我觉得我们这次选到沙发真的很棒。对，我还真的蛮喜欢的。很喜欢逛那个Mr. Living 居家先生那一家的沙发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餐桌，然后我们很喜欢，所以我们两个一起买下来。这个餐桌是 Mr. Living 居家先生 Joyce 小拼随延伸餐桌，长度120的餐桌，因为更大的话，我们这边动线其实不太好，然后空间看起来比较小。这样子，轻轻的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子的话160变成墙，就可以做到三个。刚才120的时候大概两个刚好，多做出大概这样子的空间。对啊，多两三个人可以做的。所以我们小家庭不能买这么大的嘛，所以我们买小的，但是有客人来的话可以变大。对，觉得这样还不错。厨房是就是应该没有什么好介绍吧，就大概这样。是沿用啊，我们完全没有动过，有冰箱也是前屋主留下来的。好，厕所。这边是有一个客厅的厕所，大概这样子。因为这边15年的比较老房子，所以我们这次有动过的是这边。这个洗手台跟镜子那个太旧了，所以我们这个换掉。都是做有收纳功能的镜子。对，然后两边都有收纳的。爸爸，我想要先看这里面。马桶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啦。我要健康这个厕所。好，你要健康这个厕所。这个是厕所，这个是主卧室里面的厕所。哒哒哒哒哒，那边还有马桶啊，这边也是都是前屋主留下来的啊，有动过了。这个镜子这边多收纳的。这个镜子真的 CP 值很高。主卧房洗手台我们就只有单纯换镜子。好，那我们介绍一下那个主卧房。我看到你很轻巧哦，漂亮。床单的部分跟床包就是自己搭配的一个颜色这样子。这下面我们搭配这样子。那也是配合我们的系统柜的颜色啊，这也是前屋主沿用下来的。前屋主留下来的。然后窗帘是爸爸选的。要不要不要？东西够好了吗？哎呦，东西够好啊。我先走好了。毕竟买过，房子给就是哦。这个也是系统柜衣柜，也是前屋主留下来的。这个是当一个玩具收纳跟那个书柜啦。下面是什么？哈拉米？玩具。上面是。好，玩具。还有上面是书，还有这边是卡拉米的桌子。卡拉米的房间就大概这样简单。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什么事？这里没有床布。这个是我的建议，可以帮我开灯吗？因为这边房间也是小小的，所以如果放床的话，我不喜欢那个空间感。以前在韩国是我是这样过了，这边有棉被啊什么的，所以这下面可以铺下来，然后。
睡觉的时候睡觉，早上起来再折一折，然后再放回去。拼墙是棉被缩起来这样子。好，那大概最后一个地方是。终于有了私人空间。可以帮我拍一下吗？因为我们以前的房子是很小的两房，所以我的餐一个工作桌子也没地方放，所以我每次都在餐桌工作。然后这次搬到三房一个小房间，当我的工作室。这个是我故意放在这里，在台湾买的 comic book。我汉字很不好，我要练习。课本就没办法看下去，就想说，好，那我买我最喜欢的 comic book。然后这边的那个汉字是比较那种日常对话，然后可能比较简单，然后可能我也觉得比较有趣。对，就是买了这本书。那你看完了吗？还没，你知道吗？我计划这个空间是silver button放在这里。什么东西？就不达到10万 ，YouTube 会送一个silver button。我已经计划好了，这边是silver button的位置。祝福你。订阅、按赞、小狼哥爸爸。不够18000的订阅。我们这次搬家，为什么我这么忙？是我发现家里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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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东西，柜子里面的、衣柜里面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之后，发现真的东西很多，家务真的很多很多，所以丢很多个东西，然后整理了很多东西，这些花了很多很多时间。所以我这次跟太太真的觉得不要乱买东西。弄房子的时候，很多东西想买的东西也先不买了，我们再想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真的需要再买下来。所以，我们这个房子的东西还不多，冰箱啊，还有这边的冷气啊，老的，我们直接先使用，也没有换。好，那大概这样，很期待，新的地方的生活。其实家里的部分，其实还很多东西都还在建构中啦。那有什么还要介绍的吗？简单，顺便拍一下，就是这边我们的。卡族赛景，还有这是卡拉米的100日的照片。